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汉语中一个很特别的句型——把字句。把字句的结构是 subject 把 object, verb result 或者 change。那把是什么意思呢？汉语句子的正常结构是 subject verb object 或者 subject verb result。比如说，我喝水，水喝完了。如果我们想把两个句子放在一起，我们就需要把了。我们可以说，我把水喝完了。我们还可以说很多其他的句子，比如说，请把快递放在门口吧。我把这个汉字写错了。师傅可以把你送到机场。你学会了吗？现在你可以用把给我一个句子吗？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